紧过个情绪很快拍完，但是 你看到纹身擦掉了，其实有一些穿帮的地方。超级跑爆啊！我的电影人生从这部开始，很多天王在里面，我是刚刚出来，当天有爆破，我很紧张。当然在爆破的时候，我有什么都不懂，学友的他是很淡定，说啊，你有没有那个棉花、啊？道具拿那个水把那个棉花弄到很密。所以爆破就没事。好，我们开始了，来 ，Action， 砰砰砰砰砰，你爆爆爆，我听不懂他，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。原来他说走啊，原来他太过分了，那个爆破。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导演是拿这个相机走了，他全都跑了，我就跟住跑，也是离开这个范围了。这个是我最深刻的形象，古惑仔一人在江湖。留长头发是我自己的主意，但是我猜不到会拍这个。这个时候刚刚当歌手，所以头发是不能够动的。因为古惑仔的造型有，他会把一些胶放在那个头上，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好像长头发，但是不是那么长，是短一点点。我记得第一天是拍入场，在拍的过程里面，外面就是真的有人打架，打到我没有记错，小春有开那个车在旁边，就是人家打到他的车子。但是好运的话，就是碰到几兄弟，我们没有沟通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，就是希望把这个戏拍好。古惑仔三，隻手遮天。如果你再看一次那个经典场面，里面有一些穿帮的位置，但是大家都不管了，因为导演觉得情绪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会拍到刘汉的打，就是紧过个情绪很快拍完，但是 你看到纹身擦掉了，喂，导演，我们拍完很好，但是你看，这个纹身不管了。最重要是看到好看的，所以我们不管了这个颈部，但是到现在没人提到其实有一些穿帮的地方。风云雄霸天下，我们在拍的时候呢，好像以前的武侠片，我们要做到很像轻功，不是在飞，碰到墙上也要把腿踢，再踢，再踢，才能做到这个事情。当天开始我们就改了，譬如说你拿那个扇，把那个风向改变，才能做到这个很窝慢。我们在一起研究出来。但是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好运，就是当天对打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很重的这个东西。是放在上面，高富生走过一点，这个东西掉下来。如果掉中，我能远要换人了。烈火战车之极速传说。我要有尾摆，飘移境界，不想醒觉，只想感觉被扩大。愤怒瓦解，万人膜拜，赞颂我的伟大。人家说对啊，到现在还唱啊，你过来开演唱会了。这个歌真的很特别，我也谢谢陈光勇，也是我们建职，他是专情为这个电影弄出来这首歌。这首歌长出来就蛮有趣，因为我在录音的时候呢，他说用这个方法唱歌，只是这个歌留来听，你听的话，你听到我唱的部分好像跟平常不一样。我们录完的时候，我要在香港的电台放，有很多 DJ 都说很难听。电影放之后，哦，也看完这个电影就知道，哦，这个歌原来为什么会用这个方法唱，然后就慢慢接受了这个歌。到现在，对，我相信很多人都蛮喜欢这个歌。中华英雄，今日一战，系咪一定要分出胜负？去，我等咗呢场决斗好耐。
我们只是用这个道具做了一个部分，很小的部分，其他全都是做出来的，是假的。所以我已经看到这个手，其实其他全都是假的。这个时候，我觉得这个科技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。有时我见到其他细路，我好羡慕佢哋，我羡慕佢哋有父母痛锡啊！从这部电影开始有认识，在演的时候也看到，好像以前的自己，很多事情年轻都是通常都是我打算做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，跟我们以前一样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九龙冰室。这个是导演马卓成，他当天找我，哎，我希望你拍古啊，我说我不拍古，这不是这个，这个有不同了，有一些人家不知道的事情，譬如说那个你扮演的角色是他以前是很风光，但是现在原来有碰到这个事情，很像很真实一样，因为也看到很多人生，你只是看到他好的一面，另外一面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他希望可以拍出来。第一届。我们到一间学校拍，在拍的时候在这边，但是我们去洗手间就走过这边，经过很多路，我觉得有一点怪怪，但是我都不管，一直走，走到洗手间门口，好像有人告诉你不要进去，然后我就慢慢回头，一直慢慢走，有一点的害怕，走回去，我从来没有试过到洗手间门口以后不要进去，啊，对，不要进去，我自己回去。亲密，导演他有自己的想法，整个故事在车上发生，每个晚上都拍，每个晚上我就开车了。拍的时候真的很痛苦，原来在车上，我是做不定的人，每一天开工上车。所以我觉得没关系，但是第一次我觉得也蛮有趣的，拍过这个其他的类型的电影。我其实不是第一次跟他合作，之前有《暖季风景》，他其实是属于文艺片的一部分，所以我觉得跟他合作也是感觉自己有文艺的气息。很奇怪，人家觉得你们两个有一点点奇怪的化学作用。黄金兄弟，来，干杯！有一句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，就是工作不忘娱乐，娱乐不忘工作。我们去过很多地方，也是拍了大概半年。前阵那些导演他是最痛苦，因为他也蛮有压力，他希望拍好一点。第一天我们到日本，我们当然很开心了，但是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没有拍过东西，然后就再重新再弄了那个剧本。黑山，我相信没有人去过这个地方旅游，我觉得是人生一个纪念。以上就是我演过的经典角色了，下次见。